供笔上面已经六十二个人了，觉得应该会很精彩。对，然后我要讲的是开放在载医疗社群。好，重新整理一下。对，HackMD 很棒，然后我开启了他的计时模式，所以下面红线跑完就是我时间到了。好，坑主是于尚儒医师，他前阵子在 G 零 V 的 General 上面破这个需求说，说啊台东呃有没有人想要来一年做个专案？对，然后帮忙开开放就是。 在宅医疗这个社群，然后我是电，对，好，对，所以我跳坑了这个超大的坑，对他想他想要我那边待一年这样子，对，好，我是缺也是缺的坑主啊，我我叫 Fly，嘿，然后台东都兰很漂亮，嘿，我去了，对，然后对对，还有其他朋友去了，对，大家都有大家都可以参加，但不会不会被限制，油机的巴辣很好吃，但是我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就被收买了。 对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就是，我在可能五年前、六年前跳了居林 i v 的坑，从业界到到 g l i v 到有朋友从居林 i v 介绍我中研院的工作，现在在帮忙杜兰诊所。 然后在,在医疗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全台湾目前八十万人没办法出门看病，那这时候就有好心的医生。为什么说好心呢？因为健保补助实在很少，只要看五个病人就可以抵掉他他去到府看一个病人这个这个那个补助。那余尚如医师呢，他是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迈进，到日本去取经，希望疾病是可以在家被治好的，而不是让你死在半路上，或者是死在医院。 G D V 就是人加坑加松，所以那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坑呢？这个坑呢，其实就像是呃每个人都会碰到的这个 issue。如果我们把病人个案比喻成 issue 的话，一个 p a g e 会是什么？一个 merge、一个 fork 跟一个停止维护又会是什么呢？那其实这个生态系蛮大的，然后医生呢，他要做的事情很多。 包括我们有巡回医疗，有定期访视，然后人员呢必须到深山里面去帮这些个案做记录，然后手动的记在日历上面。好，所以呢，我开了怎呃这个医师开了什么坑呢？他说，呃，弄个地图吧，把全台湾的所有诊所揪起来，然后一起来做呃医生到府服务的在来治疗。所以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地图。 那接下来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希望有一个 c 霸帮助医生去做电子化的资讯流程，而不是只是用手机。好，那我目前这个坑呢，有我前几天用了 Notion 这个服务，然后就整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在上面。大家扫这个 QR 码的话，你可以看到在 Notion 上面，我把这个生态系可能一些相关的资料都在上面。那如果你对开发 c 霸有兴趣的话，我预计。 每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开发吧。好，欢迎找我，我是 Fly。好，那下一组因为是呃下一组是 Ervin，然后因为今天网络的关系，我有点怕不顺，所以如果你担心等下投影片一直跑不出来的话，你可以带你电脑上来對。好，那哎、欸、WikiData 的 A 轮可以准备，然后下再下一组是 CoFit 的冰轮可以来前面准备一下。 好，大家好，呃，我前前一次有来过黑客松，就是呃，宣传这个专，就是 s l a k e Random 啊，C C 零的中文句子的专案。那我们现在已经收集了九千句的中文的句子，那它是用 C